我们现在人呢就在台南嘉里区的仁爱国小，为什么来到这边关心投开票所的状况呢？因为嘉里区在这一次台南市第二选区的这个立委选战当中，堪称是一个人口数最多的大票仓。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个民众在投开票所其实并不用等很久就可以投下神圣的一票，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原因可能是哦，在今天这个选战当中呢，因为选票相对的单纯，不像这个之前的选战可能还要投很多不同的票，也因此在今天所有的这个投票的程序都加速了。而我们可以看到，在仁爱国小的这一个地方哦，光是国小内设置的投开票所就有七个这么多。那么有许多的民众呢，根据了解哦，除了是在早上一开始可以投票的时候就抢先要来到这个投开票所投下神圣的一票，稍微出现了一些人潮以外呢，那么另外一个比较多人的这个时间点哦，大概就是在刚刚，也就是稍早，有很多人呢，他可能是吃完了午餐才想到说，哎，要赶快把握时间来投票。那么在这一次的选战当中，选情可以说是相当的紧绷。不过呢，这个投票的时间哦，同样是在今天的下午4点截止，也因此呢，可以看到有很多人呢，还是拿着这个投票通知单，赶快的来到了这个投开票所，搞清楚自己在哪里可以投下神圣的一票，把握自己的权益。以上是我们掌握最新情形，将镜头交还给棚内主播。